我们提供的三百辆这个官方用车，这个 A 1的话是完全在印尼的本地生产的，这就代表着我们中国制造，包括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，其实是,是能登上国际的舞台的。在全球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进入格局当中啊，我相信我们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也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。